外國好多大城市咧，廣場直情成為嗰個城市嘅標誌添。啊，啲人一提到嗰個城市，嚇嗰個心裏邊即刻諗起一個形象，啊，原來就係嗰個廣場啦咁。香港作為世界級嘅都會，將同紐約、倫敦一樣，冇一個好嘅好嘅廣場咧。呢個大都會，呢個世界級嘅大都會係根本上係唔成立。咁我希望咧，就喺我哋未來設計嘅廣場裏邊咧，面積更加大，設施更加好，配套更加完善，令到佢更加有吸引力。廣場啊，係每一個城市啊最有魅力嘅地方，因為圍繞住呢個廣場咧，我哋可以見到每一個城市特色嘅建築物，可以見到啊周圍嘅噴泉，佢嘅雕塑。遊客咧可以好悠閒咁，能夠喺到呢個廣場度咧，了解到當地啊佢哋嘅文化同埋呢個地方嘅特色。政府啊將會喺維港兩岸興建大型嘅廣場，香港將來咧會有一個新嘅標誌。我哋淨係靠香港經濟嘅實力咧係唔足夠嘅，我哋需要一個宏偉嘅氣魄同埋一個特別嘅象徵，大型嘅空間咧，我哋先可以成為世界一級嘅大都會。对好多外国游客嚟讲，山顶广场系一个令佢哋流连忘返嘅旅游点。虽然呢一度地方好细，仲要上到山顶先至有得玩，但喺香港呢度可能系唯一令佢哋感觉到有广场气氛嘅地方。I think this one is very nice. The people can sit down, relax for a while, have a rest, watch the people which are from all different cultures. So that's important.姚展鹏是建筑师，平时喜欢旅游，已经去过五十几个国家。在个印象中，几乎所有国家不论贫富都有大大小小的广场。广场是一个不断有活动、不断有事发生的地方。我坐在这里由早到晚看到的事完全是不同的。你会觉得是个随着心情、随着个时间和你所见到的人物和他们所做的事不同，你会有不同的感觉。廣場是重要的社交場所，附近往往有重要的建築物包圍，可能是一些歷史人文遺跡，比如教堂、雕塑、市政大樓等等，令廣場本身富有地方色彩。大家都覺得啊，呢個就是我的城市啊，呢度就是我喜歡去的地方。咁當我哋第一次去，你打開個地圖，你通常都要找一找市中心在哪。咁未到個市中心咧，你會覺得啊，好似都未嚟過呢個城市咁樣。咁往往呢個市中心咧，就係一啲有標記性、標誌性嘅建築物，亦都好多時候咧，直情係一個廣場。內地近年經濟起飛，佢哋開始注重空間嘅設計。所以近年出現了所謂廣場熱，帶頭的是北方城市大連，市長薄熙來在任內一口氣將市內的廣場增加到八個，而且跨下海口。我們是立志成為中國呀，這個綠化最好的城市，廣場最多的城市，噴泉最多的城市，或者城市雕塑最多的城市。現在我們正在向這個方向來努力。回到香港，我哋似乎揾唔到好有凝聚力嘅公共空间，周围叫做广场嘅建筑物好多，但系大部分系商场，真正嘅广场寥寥可数。好多人会觉得皇后像广场系香港唯一嘅公众广场，佢喺正闹市，附近嘅建筑物有历史气息，但系面积就细咗啲。维园呢一块石地原本嘅设计系做足球场，但系因为我哋冇地方举行大型聚会。呢度已經變相成為市區嘅廣場，而且非常搶手。缺乏廣場，令我哋少咗聚集嘅地方，少咗一份舒舒服服坐喺度睇風景、睇人嘅閒情。我哋亦都冇一個令自己有歸屬感。對遊客有象徵性的空間。
有人問我啊，香港邊度係市中心咧？咁啊，香港即係廣義嚟講咁啊，中環啦咁。咁但係中環嘅邊一笪先係市中心咧？係咪皇后像廣場咧？唔係好多人可以肯定得到。皇后像廣場係咪寒酸咗少少咧？係咪細咗少少咧？嚇，呢個即係配唔配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嘅一個即係城市嘅標記，一個市中心嗰個形象咧？咁。時代廣場喺正鬧市，面積比一個標準游泳池大一啲，但係近年已經成為聚會嘅熱門地點，每逢節日都熱鬧非凡。林和喜係時代廣場嘅設計師，亦係建築師學會嘅副會長。佢認同市區需要多啲開放空間，但係就覺得喺舊區好難做得到。因為喺香港嚟講，特別喺旺嘅地區咧，個地面個鋪租咧係好值錢嘅，甚至有啲地方咧係直頭係可以講全世界最貴嘅。咁喺情況下咧，業主咧就更加係唔想犧牲咗佢地面嗰個鋪位嘅租值去做一個開放空間出嚟。時代廣場佔地10,000平方米，根據建築條例，喺頭四至五層可以起到覆蓋曬成個地盤，好似中環啲樓咁密密麻麻，收多啲租金。業主咧就考慮到，因為佢附近嗰四條街咧就係相當窄嘅。如果我哋咁做咧，就變咗有好擠迫嘅感覺。咁所以咧有見及此咧，佢就作出呢個咁好嘅決定咧，就係將其中大約35%嘅地面咧，就將佢係提供出嚟，做咗呢個時代廣場出嚟。咁個效果我覺得咧都係相當滿意嘅。呢一塊空地以每平方米5,000元計。每個月少收的租金大約1,000萬，當然廣場令到人流多了，知名度增加，生意好了是另一種商業考慮，但在城市規劃來講，這個不失為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除了地租貴，業權的分散亦都令市區很難出現大面積的開放空間。呢度系东京，人口密度同我哋一样咁高，但系空间就比我哋阔落。喺主要嘅写字楼区新宿，几乎每栋大厦下面都有块空地，有间咖啡厅，几棵大树，有啲仲摆埋雕塑。因为地下嘅空间设计得好靓，东京都厅呢一度已经成为一个旅游点。在亞太區，東京的休憩用地最多，平均每人有6平方米。香港爆尾，市區只有1.5平方米，低過曬新加坡、台北、廣州、深圳，數量少過人，質素亦都差過人。好多開放空間都係喺厭惡性地點，例如天橋底、隧道口，一般人好難享受得到。劉榮廣是建築師。而家香港最高的幾棟建築物都是他的作品，包括中環廣場和中環中心。近年他亦都有參與內地的設計。大陸對空間的比例跟我哋好唔同，即係佢食慣大茶飯啦，見慣大空地，見細地，佢周身唔對彩嘅，唔覺得好局促，所以面積要求佢比香港大，同時佢用行政指令去做。呢一棟高390米的廣州中信廣場就是出自他的手筆。建築面積的覆蓋率是這個作品中最低的，只是佔50%，其餘地方要做綠化空間，但是原來50%這個比例已經超出了標準。獲得豁免是因為附近已經有一個大花園。一般的規定呢，我們的建築密度是不超過30%的，那麼考慮到這棟標誌性的這種建築物的要求，而且由於周圍的這種外部空間有個整體的設計，所以這棟建築允許它適當的提高它的建築密度。一國兩制，香港政府不用行政指令，而是以提高地積率去鼓勵發展商起多啲開放空間。好似中環廣場將地下間咗做花園，二樓做行人通道。作為補償，佢多咗20%嘅建築面積，約莫可以起多5層寫字樓。
香港用这个经济用资本主义用个经济的引力去做。當然有少少規限，規限不是話咁大咁多，反而管係你自覺去做嘅。呢個其實咧就更加成功嘅。不過呢啲鼓勵嘅方法喺中環銅鑼灣就冇作用，因為呢啲地方地鋪太貴，樓上起多幾層都彌補唔到地鋪租金嘅損失。加上我哋嘅法例容許建築物頭15米嘅覆蓋率可以達到100%，物盡其用，呢啲地區永遠都係密密麻麻。加上空氣污濁，令人喘唔過氣。每次從外國翻嚟，姚展鵬都覺得好難習慣。非假日嘅時候，去到喺中環行街嘅話咧，就令到自己好緊張，因為你身邊嘅人咧，人人都行得好快，人人都好想好快去到佢哋嘅目的地。咁你不其然，你自己咧好難鬆弛落嚟，慢慢咁樣去到睇呢個都市嘅核心裏邊發生緊啲咩嘅一回事咯。咁所以自己都會覺得就係、是。俾人流帶住你一路咁樣行得快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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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啲咁。6年之後啊，香港可能咧喺呢度咧會出現一個海濱長廊，同埋一個好大型嘅廣場。喺呢個廣場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好靚嘅海港，呢個空間嗰度啊，或者我哋可以喺度嘆下咖啡。一直以嚟喺設計開放空間嘅時候，香港好少會諗過廣場呢個概念，所以冇預留空地俾人聚集，例如皇后像廣場。廣場嘅設計咧就做到好似花園咁，俾一個個花圃啊、水池啊、嗰啲亭啊嗰啲嘢咧，就幫佢分隔曬，就冇辦法可以俾一個大型聚集嘅地方嘅。有時就算有塊空地，亦都好少會搞活動吸引人聚集。一年四季冷冷清清，完全冇城市生活嘅氣氛。即使佢去五線路過呢啲廣場咧，都係會好急促個腳步，或者佢係坐喺嗰度約咗一兩個朋友，拎住個飯盒，好快食完又要好快走咯。基本上那個唔係一個令到你會覺得真係喺度坐喺度可以真真正正欣賞到唔同事件發生嘅一個適合嘅場所咯。佢有嘅永遠都係一啲人，然之後咧就有啲噴水池咁樣樣。呢度所講嘅活動或者設施可以係商業性，好似露天咖啡廳大笪地咁，又可以係一啲文娛節目，比如小丑表演、音樂演奏等。文化中心出面嘅海濱長廊係好多遊客中意逛嘅地方。咁理想嘅地點，如果有啲露天食肆或者係有特色嘅小店。呢一個海濱會更有吸引力，將佢怎好簡單咁綠化咗佢，鋪咗草地或者鋪咗街磚俾人行嘅話咧，係冇生氣嘅話咧，到夜晚嘅時候咧，反而都會變咗好危險嘅地方，你冇人敢去嘅。所以點啊整到佢旺，要整到旺，整到旺咧就一定要有好多嘅活動嘅嘢喺度。所以喺我哋今次啲設計裏邊咧，全條長廊咧喺唔同嘅部分咧。都有一啲我哋所謂嘅商業嘅設施去配套嘅。我哋亦都會政府好快就有機會改善佢嘅經營手法。呢個名為中環新海旁嘅計劃即將進行招標。規劃中嘅長廊長1500米，闊60米。皇后像廣場會發展成一個大型休憩平台，伸延至海邊。長廊嘅中心地帶係未來地鐵天馬南站嘅出口。嗰度會有個大型文娛廣場同埋政府總部。Now the square itself will extend from the central part here, from the government buildings right in front here of the Admiralty Centre. Alan 同埋阿 Sean 係顧問公司嘅規劃師，負責海濱長廊嘅工程細節。The new promenade is going to extend from the current outlying ferry piers towards the new convention centre.廊入面应该会有好多活动，西面会有两层购物商场同埋节日艺墟，东面会有小食亭、咖啡厅同埋其他小店。
文娱广场侧面考虑起博物馆，长廊上仲有足够空间举行各种艺术表演。咁有時我哋去到外國，見到好多人哋嘅海旁海濱咧，有啲露天茶座啊，或者甚至有啲廣場嘅一啲娛樂表演節目啊，小丑表演啊、魔術表演等等。只要有咗我哋今次好啲嘅設計之後，將來呢啲咁嘅情景咧，都會喺香港中環出現到。除咗喺中環，政府亦都預留咗20公頃土地，準備喺西九龍起一個大型廣場，東南九龍啟德機場舊址。亦都會有個大型中央公園。我每逢設計一個新區或者規劃新區嘅時候咧，呢個空間一定係我哋其中一個最重要要考慮嘅因素。咁所以我哋希望即係逐漸當香港經過重建嘅步伐啦，慢慢香港嘅現有擠迫嘅地方能夠得到重建嘅話咧，我哋嘅空間咧得到會更加有更大嘅改進。然後就將係文化活動啦，咁然後咧就留即係個地面。黃華生同蔣康文係建築師。亦都係城市觀察組嘅成員，佢哋特別關注東南九龍嘅發展，覺得嗰度起廣場比起公園更加適合，配合埋極有文化風味嘅九龍城寨，呢個廣場將會成為東九龍嘅中心點。如果一個遊客嚟到咧，想去睇下香港嘅舊嘅一面咧，咁佢就去行去城寨公園啦，參觀完之後咧，佢可以睇見香港新嘅一面啦，東九龍嘅廣場啦，將來係一個鐵路啊。同埋巴士嗰啲連接嘅地方咧，咁另外咧有一啲玻璃啊咁樣嘅蓋啊，你等到嗰啲光咧可以帶到落去樓下嗰個商場啊，咁甚至乎有一啲咧就係一啲大啲嘅地方可以做啲論壇啊咁樣樣，咁再駁到出嚟咧就可以做一個漁人碼頭啦。不過，淨係喺新區起廣場係唔夠嘅，舊區環境咁擠迫，其實更需要多啲開放空間。众芳街附近的建筑物古色古香，黄华生觉得旧区之中这里最有潜质发展成为广场，连个名字都有广场这个字。众芳街的英文原来是 Public Square Street。 入夜之后还有摆满大街两边的特色小档，整个地方充满历史气息和东方情调。譬如好似呢個廣場，譬如而家呢啲鐵絲網啊，呢啲矮嗰啲花位啊，嗰啲可以咧就即係改一改佢啦。咁譬如保留啲大樹，咁做翻個廣場嘅氣氛。咁啊，博佢個玉器市場嗰度，我哋都可以譬如做一啲天橋啊，博翻過去啊。咁啊，天橋比較闊一啲啊，等人行得舒適啲啊，咁樣。呢度就係旺角嚟嘅。我哋見到咧就起到好密嘅，密質質，好似一串串豆腐咁樣。有啲路咧係喺唔同嘅方向連接埋一齊嘅。咁呢啲咁嘅地方咧，就會造成一啲三角位嘅。咁呢啲咧都可以成為一啲廣場嘅。呢類三角位喺舊區好多，荔枝角道同埋彌敦道交界呢一個地方係其中一個。而家已經種咗啲樹，整咗個噴水池，只要再設計一下。將兩塊空地連接埋，取消一條行車線，空間即時大咗好多。黃華生話：呢度有機會成為旺角嘅時代廣場。咁呢一個咧就係喺去完旅遊翻嚟，姚展鵬對外國一啲社區性質嘅 piazza， 即係小型廣場，好感興趣。呢一啲 piazza 喺住宅區入面，往往只有一兩個籃球場咁大，好簡單，但就好有特色。呢、這個廣場係摩洛哥啦，咁就俾一啲舊嘅樓包圍啦。咁呢啲民居咧有好多露台啦，咁其實擺嘅嘢就係一啲盆栽幾盆咧，咁可以點住咗佢一啲好綠化嘅氣氛。呢一張咧就係佢擺嘅嘢咧，其實好簡單，喺一啲主要嘅地方就擺一件雕塑喺個街角嗰度啦。我會覺得就係話，如果我係翻工嘅時候落樓，
係會經過一個小嘅廣場，見到有啲老人家喺度做運動啊，喺度揸住龍杖喺度傾偈啊咁，然之後先至慢慢過渡去到一啲比較繁忙嘅街道，去搭地鐵啊或者係搭巴士咁講咧。咁我覺得我會係喺精神上邊嗰個落差唔會咁大，唔會一起身擘大眼，然之後一落到街就要面對啲係好空氣好差、好嘈嘅環境咯。如果我哋能夠夢想成真嘅話，香港嘅市區咧將會有好多嘅小型嘅廣場，維港兩岸咧亦都有兩三個大型嘅廣場。呢個咁嘅情景啊，實在好令我哋係陶醉嘅。不過啊，廣義嚟講啊，其實咧維多利亞海港咧先至係我哋最大型嘅一個空間，係香港啊最寶貴嘅一個廣場。我哋若果啊小填一寸海嘅時候咧，好可能咧我哋就多咗一寸嘅空間。我希望啊，今次咧係香港最後一次嘅填海。